你怎么给我打 call？ 加油加油，吴姐加油！你把我画到最好看最美。这些都是今天要用到的化妆品，因为今天要用这些，所以只摆了这些。还有今天要用的假发。现在我在酒店看好多花花，看是谁？看一下这个，我今天的嘉宾是谁？我是这次唯一的嘉宾，也是一直的嘉宾。两个嘉宾。今天开心，今天是我们的总决赛了，然后现在开始化妆，自己的化妆。现在要开始化妆了，不耽误时间，因为一会儿就要出。快化吧，快化！那快让我化妆了，化妆化妆了，加油！再给小吴老师加发瓶，号称会脱落，对，会甩掉，所以先打一个底，一会儿我们就把这个漂亮的发瓶给它剪。脸都这么好看呀、啊！哇，我们到现场了，打瓶。人都已经到了，要稍微补一下。我们已经妆发完毕，妆都化完了，准备跟 C 姐去总决赛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再见吧！加油！干什么？加油！呀呀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像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。